这波下他也不咋掉血，不过他没点护甲。还要再扎一波加血，但我没那么多桶子呀。 应该死，还好 A 出去，没 A 出去就杀不了。他被我杀了一次，他现在玩的比较狠，我看能不能偷点钱。收不到，他不给身位的。那就不走了，反正我小兵多，我不怕。 OK， 他妈那么多小兵，我还怕你们？我站在原地，我都可以1v2。等他一个身位，等我一个闪现。强了！老将，请我的心中杰作。 哎，我的我的，哎，好烦呀！我要么上男枪，我应该上男枪去的。我把我自己搞得好乱哦，就应该直接动男枪。但我没有想到他那个一最后那么零点几秒还把我晕了，我本来是想去砍男枪的，他最后那零点几秒把我给晕了。 杀烈火，杀！闪现，闪现有什么用？我杀烈火，你直接倒，让你狂。虎牙主播头像不是挡嘴巴就是挡眼睛，那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没错，就是为了装逼，就是为了装逼，不挡就不装逼。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。 一下都不爆吗？我这么信，我这么信任你，你是一下都没爆啊！你爆一下他都死了呀，对不对？我真的是服了。现在爆，现在爆有个鬼用啊！现在爆。 奉献！爆啊！爆了也没死，给个点燃吧。抓下路是吧？你看看你的上路野区还有没有？ 一整片野区给他刷的干干净净，对，还来粘塔，对，不但刷你野区，还要宰了你，怎么 K 人头啊？ 想干嘛？一桶子给你炸懵，想干嘛？直接嘎掉他们！
我已经准备好天神下凡了。看不见我。不能等天使在下路一直带，这格温又守不了。死不了了，没兵线了，找天使去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也失去了灵魂。又一个！太爆 Q！男枪看了都发懵，兄弟们。男枪看了直接就发懵了。溜了，回家推下路就拿下了。
奉献。走了，别烂喽，直接回家去下路。 那只能去拿大龙了，破山路拿大龙才能推了。 人都不打，就盯着我的桶子，生怕我一桶给他秒了。那萝莉嘴都笑烂了。犯人2131，犯人2131在不在？